大家好，我是小新，现在是2月7日早上6:21，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作为一个在山东济南学习和攻读了6年的青海土族小伙，我每年只能回家1到2次。那么现在我即将踏上这个归家的旅途，从山东济南到青海海东。这是我第二次坐高铁回家过年，高铁把我原本需要28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变成了短短的10个小时。现在是这个2月7日的下午3:18，我已经来到了兰州西站，离我最终的目的地民和南站只有半个小时的这个高铁车程。我还在兰州西站内的一家西北特产店里发现了一些牦牛肉干、三炮台，还有甜拍之类的一些西北独有的一些特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本次这个回家旅途中的最后一站民和南站哈。今年和往年有不同的是，2023年甘肃七尺山地震的时候，我们离得很近的这个青海民和房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那么我们今年震后的第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我们土族过春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让小新继续带大家看看。那现在是将近快2个月了吧？平时人多不多？比往年来说多点，但春节早点人也多点，还是，卖的还是可以。那是我们商店的啊，几样东西卖的最好嘞？商店卖的是主要是吃的，食品、干果、干鲜，这是肉食类的，还有这个就是超市我们家里用的就是这个生活用品，这些。啊，你别马上整院那儿说嘛，那打算挑了如果你的绳子上面吧。绳子是在吧，大家只是办个生活都有点辣椒，对，这些就基本上往年过来肯定是差距里边个棒啊，但是市场的还是对，基本上差不多往年过来。啊，你别整院到他是养准备养这个准备是这个组合啊，就是准备就在往年过来是哪没准备上吃吧，不吃上整的吧。这菜啊，没啥多事的，样样都一块，正常过年，平时也可在那辣椒感觉。叔叔好。好，好，好，你好。奶奶，你个叔叔都快，叔叔好。叔叔好。这伢子，你个正月是块咱们干多养东西，是点收拾了吧，准备了吧？这养收拾了，但是这干多养功课，就没什么用，都这个吃哪吧，吃这个哪吃。养不着还养不菜，没事那都拿生活弄个菜。看，我是招呼个扑克人，可是那个扎克招呼是个扑克人，啊是个哎，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那东一词为土族语意音，意思是娱乐玩耍，这个含义和蒙古族的那达慕的含义一样。作为当地一个传统节日的名称，其中又包含着庙会狂欢的意思。因为节日的时间正值丰收的时候，当地人习惯上称之为庄稼人会、庆丰收会等。这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特有的民俗活动之一。腊月20块过，但是还是那家冷，都没吃那冷，整夜都没怎么吃那。年过最收拾日子，27、28、29，年子年货摆去了，菜堆儿呢，水果是那堆儿呢，干果是那堆儿呢。年过最30块过，大家没啥事能吃那，准备着
把凉菜上把加冷，马家上吃那冷。恁个在大生家子那困死，个只只种个子子。马上过年了嘛，这个心情啊，我们的现在。马上过年了，我们的心情好着呗。过年我们就年过完之后，我们就是这个最后春节之前，我们就是大家有信心，有更好的就春节家园呗。